警方随时有可能找上门，我们先自己梳理一下。现在一共发生了14次循环，这一次是你的第10次，我的第5次。咱们醒来的时间是1:46。 爆炸发生的时间，刚才我看了一眼表，是1:42。爆炸地点是十字路口，爆炸原因是发生车祸，油罐车爆炸。第9次咱们醒来的时间是1:37，爆炸时间咱们也不太确定啊。地点是跨江大桥，爆炸的原因是人为引爆。 第8次，第8次是我们拿锤子要破窗，然后被摁倒，醒来的时间记不太清了，爆炸的时间也不知道，地点还是十字路口，爆炸原因还是车祸。第7次我醒来的时候是1:39，爆炸时间还是没注意，地点还是十字路口，原因还是车祸。 第6次醒来的时间，第6次爆炸时间是1:42。那这么说的话，第6次和第10次爆炸时间是一样的。那这很有可能就是十字路口发生车祸的时间。 而且你看这规律啊，咱们每次醒来的时间都会提前1分钟，那这么看来，第8次应该是1:38，第6次是1:40。时间对应着路程的话，我好像每次醒过来的时候，确实看见车外的景色跟之前不一样。啊，还有第5次，第5次是我第一次遇见车祸。 也是在十字路口，那次是因为我装病，所以司机减了速就遇见了红灯。十字路口还是1:42发生爆炸，这么推算的话，你醒来的时间应该是1:41。这么说的话，我们醒过来的时间确实都在提前。可是这个时间提前又意味着什么呢？ 江，哎，你带人从东门进去，注意观察，随时保持联络。第1次，我从学校出来是在大学城站上的车。大学城？哦，我是在高新区上的车，就在你的前一站。那你是什么时候醒的呀？哦，没事，那爆炸的时间。 那这个爆炸地点，可能是在桥上吧。桥上。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当时太快了，我就是半梦半醒的状态，我只记得那个铃声。就是我当时刚一睁开眼睛，然后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 你是不是一直就不相信我呀？我就是不想这么被动。别掉以轻心。
这边地形复杂，注意观察。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我会进入循环？为什么你也进来了？就现在手上这些信息，根本就解答不了。可是我们总得想办法脱离循环吧。第一次我们俩一起下车，那次我活着，你死了，我们没有脱离。那这次我们俩都活着，你说会不会？我是做游戏的，按照游戏的常规思路，那玩家必须要阻止爆炸，救下全车所有人，那才能算是顺利通关，解除循环。原来你是做游戏的，怪不得。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肖鹤云，晴空一鹤排云上的鹤云。我叫李诗晴，你报警时说了。其实我第六次循环的时候被警察问过话，他们真的太敏锐了，所以我就一直担心，如果我们真的进了公安局，他们会那么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吗？正是因为他们敏锐，所以我们才要说实话，不要让事情变得复杂。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既解释电话又能够让他们接受的说法吗？你想，如果这一次循环解除的话，警方一定会找到这个炸弹的真相，反正也不是我们放的，清者自清啊。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想要骗警察？我不是要骗警察，因为我第六次循环的时候。李诗晴、肖鹤云是吧？我是市刑警支队的江峰，今天下午1:38左右，是不是你们报警说45路公交车上有炸弹？啊。报警之后我们就一直试图联系你们，但是你们的手机一直关机是吧？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们了解，麻烦跟我们回一趟公安局好吗？走吧。我们不能坐一起吗？我们分开坐。上车吧。哎，李雷，左右路线发你车上了，赶快回队里。知道了。这条路是不是很熟啊？不太熟。我平时生活工作都在高新区，很少来市区。今天是工作日，你不上班吗？啊，本来要去数码广场有个会。几点钟呢？2:30。现在已经3点过了。反正都已经迟到了，这没关系。你刚才电话一直关机，也许别人联系不上你。哦，
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人家解释一下？不用了，没事。是吗？没关系的，一会儿回到公安局了解情况也需要一段时间，你最好把这个事情都处理好了。哦，行。接吧，免提。你他妈什么意思啊？电话关机一直找不到人，投资方在这儿干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我跟孙子似的赔礼道歉，就差给人跪下了。你家游戏还做不做了？没什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这个人真没有礼貌。是，所以我才关机。那个女孩叫李诗晴的，她是陪你去开会？不是，我们刚在那个车上认识。刚认识？哦，对。把随身物品还有电子产品做一下交接。随身物品放这里。这边走。况怎么样？事故现场破坏得很彻底，还在做搜救和整理工作，没什么信息。不过目前看来，事故车辆的监控很难调出来，所以现在这两个人是我们的突破口。嗯，两人之前没案底，已经让派出所去做走访了。你们找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什么情况？李志行在车里的时候答非所问，感觉有点问题。嗯，肖鹤云全程表现得都非常紧张，他说他跟那个女孩子就是在公交车上刚刚认识的，但是无论从监控上看，还是刚刚在公园接到他们这一路上表现的状态来看，他们俩不是刚认识的。何止不是刚认识的，两个人跟情侣似的，连坐警车都想粘在一起。杜局，张队，这是我们找到的两个人扔在垃圾桶里的纸团，让我看一眼。今天下午1:38，警方接到你的报警电话，说45路公交车上有炸弹。这个电话是你自愿拨打的吗？是。你是怎么知道车上有炸弹呢？发现了什么可疑的物品吗？那听到了什么可疑的对话？或者说闻到了什么可疑的味道？都没有。但你就是知道车上有炸弹。李世晴，不管你是肯定还是否定，你都要说出来，懂吗？
知道车上有爆炸物之后，你第一时间选择了下车报警。为什么不等车停了之后，你告诉司机师傅，和他一起疏散乘客？这张地图你认识吧？报警之后，你们手机为什么关机啊？因为我们需要时间。你在车上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所以不希望被打扰。两件事情不太冲突吧？你需要时间干什么？我们需要时间去梳理一下线索，因为整件事情太复杂了。什么事儿啊？这我怎么描述呢？就它像是一种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就您看小说嘛，就是那种无限流。告诉我为什么会画这个地形图？这上面的时间还有数字都代表着什么？今天下午1:42，就在你们两个下车后3分钟左右，你们乘坐的第45路公交车在十字路口跟一辆油罐车相撞，当时车辆均无人生还。而此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你都在上面标注出来了，为什么？巧合吗？这次事故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江警官，我发誓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先声明一下，我现在头脑非常的清醒，而且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但可能我接下来说的话不太像是一个清醒的人会说出来的，而且好像也没有办法证实他们的真实性，但还是请您务必相信我说的就是事实，就是真实的。相不相信你是我们的事儿，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实话实说。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不用。那我说了，我们进入了循环。什么意思啊？我们会反反复复的过这一整天。李世清到现在差不多有10次，我是5次。之前我们也经历过爆炸，但爆炸之后我们会复活，会重新回到这个公交车上。我们之前会觉得爆炸的原因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就跟这次一样。但后来发现，即便是我们躲过了车祸，还是会发生爆炸，所以我们判定公交车上有炸弹。肖慧云，外面死了那么多人，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浪费时间。我没有浪费时间，我们真的进入了循环。那是血淋淋的人命。几十条人命，你再好好想想吧。这人干什么呢？设计游戏的。杜局，现在怎么办？叶子，准备邀请。杜局，现在到底怎么办？老张还是太惯着你了。他一直在那跟我说循环，都就我能不着急吗？李世清，我反复听了很多遍你的报警电话，能听出来你的口吻非常急切，
希望警方能够及时排爆，也希望爆炸不要发生。我能感觉到你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告诉我，你担心什么？我们在清水公园找到你的时候，我看到你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张警官，我能问个问题吗？当然可以了，你说。你们接到我报警电话之后，有没有当真？马上出警了没有？接到报警电话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出警，但是对我们来说时间太短。你怎么知道我姓张？在清水公园见到你们的时候，只有小江向你们出示了警官证。从始至终，我没有向你做过自我介绍。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的？出去透口气什么的，我们这太闷了。可以啊，但得实话实说。我说的就是实话呀。我，要不这样，您带着这个循环的思维去看一下我那个地图。我醒来的时间还有爆炸。又跟我扯循环。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报警啊？这说不通啊！这个行，那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车上有炸弹的？我们就是别跟我说循环。李世清，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姓张吗？您自己说的。什么时候跟你说的？有一次在医院。不用起了，不用起了。你就是李世晴，我是市局刑侦支队副队长，我叫张成。那次我被摩托车撞了，有点脑震荡。当时我吐了，你还想给我水。你想用右手帮我拧瓶盖。来。但是好像使不上劲。给你水。医院？哪个医院啊？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在医院见过你。你肯定不会记得，因为我们是在循环里见的。你说什么？循环？还是得说，我在医院那次我已经说过实话了，可是你们没有信我。也有可能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清楚，我是在肖鹤云进入循环之后才捋明白的。我们躲过了车祸，我才知道车上有炸弹。算了，你们还是不会信。相信不相信是我们警方的事儿，我们会调查取证。对你来说，相信警察，诚实的交代问题是你唯一的选择。那我从头说。
还有吗？下面该第几次了？第九次。来，开始。这一次醒过来，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既然公交车在十字路口必然会发生车祸的话，那我们只要保证车在红灯之前或者之后过去就可以了。这次我们确实是避开了车祸，但是没有想到车开上大桥之后还是爆炸了。也就是说，车祸是变量，是插曲，公交车被引爆，这才是必然了，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这么说是不是就通了？其实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一次公交车是在十字路口出了车祸才爆炸的，而不是在桥上被引爆的。如果炸弹是在车上的话，你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炸药的痕迹啊？那是不是就能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呀？什么叫如果有炸弹？你刚才斩钉截铁的说了那么多，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如果？我说如果是因为我不能100%的确定这个炸弹就在车上，它有可能在桥上或者从别的地方发射过来。当然了，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车上。你车顶、车底还有车厢什么的都查过了吗？怎么了？我也没提循环的事儿。肖云，是不是有什么人胁迫你们？没事，你可以跟我讲，你到底有什么样难言之隐？我没有难言，我说。行，那你再好好想想，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等你想好了、想通了，我们再接着聊，啊。我还能往哪儿想？我。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怎么就不信呢？那就是说。第一次、第二次，还有第九次，是公交车直接爆炸了，对吗？嗯。那你说你头两次睡着了，然后因为一个手机的铃声响起来，你就认为那个是炸弹爆炸，而不是交通事故，是吗？对，因为每次爆炸都能听见那个铃声。那你怎么能确定那个铃声一定是手机里传出来的呢？其实也不太确定，但那个声音就是老式手机的那种彩铃。你还记得那个铃声怎么唱的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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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不会是炸弹上面有那种倒计时装置？是它的铃声。也有可能铃声和炸弹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谁的手机碰巧响。副局，药检准备好了。嗯，带他们去药检吧。好。这么荒谬的理由他也编得出来，并且不止一次。师傅，您这什么表情啊？您不会相信了吧？那你告诉我，他们撒谎的动机是什么？嗯？
如果爆炸案跟他们没有关系的话，他们完全没有必要选择这么具体的谎话。如果爆炸跟他们有关系，我想他们俩肯定不敢主动报警，在我们眼皮底下演这么一出。走访什么结果？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两个人的人际关系简单，没有不良嗜好。恋爱关系呢？没有发现。民警走访了他的同学跟同事，目前两个人都是单身，而且在这之前两个人不存在生活上的交集，也没有金钱或者情感上的纠纷。不存在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的条件，但就是在爆炸之前的一站下了车，而且还列出了一张计划图。从图上看，这可是一场计划缜密的行动。小姑娘看着文文弱弱的，实际心理防线硬着呢。这样，一会儿你跟小江交换一下询问对象。是。咖啡提提神。知道坦白从宽下一句是什么吗？能不能告诉我这车上到底有没有炸弹？记住啊，抗拒从严。游戏架构师平常工作挺忙的吧？嗯，到我们这儿来了好几个小时了，问不问？我可告诉你啊，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把事情说清楚的话，我是不会让你离开的。不是，咱们也不用聊这么多啊，您就告诉我这个炸弹到底在不在车上。如果真有炸弹，你们提前下车，你们俩就是最大的嫌疑人。那李诗晴怎么说呀？他知道的比我多，那您问他去吧，他说什么是什么。年轻人，我们一直在给你机会啊，有些事情你自己主动说出来和将来我们调查出来，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女孩子就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炸弹，如果警察问我们炸弹在哪儿的话，我们怎么说呢？如实说呀。跟他们讲，我们经历了循环，他们不可能相信的。他们真的太敏锐了。所以我就一直担心，如果我们真的进了公安局，他们会那么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吗？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既解释电话又能够让他们接受的说法吗？他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啊，但我说的话句句属实，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呀。您问一百遍也是一个样，何必在我这儿浪费时间呢？那我们俩都要做好准备，这种事情问一百遍的情况也是有的。刚才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那张图就是我们梳理循环的结果，上面有我们醒来的时间，还有爆炸的时间跟地点，你们可以再去看一看嘛。然后呢？我都说过这么多遍了，没必要再问了吧？你们不是都有监控吗？你们回去看监控就好了，反正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你们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呀。你的意思是说，他指使你编出了这套话术？我没有这个意思，这都是我自己梳理的。你自己梳理的？你的意思是，他想欺骗警方，然后你帮他找到了循环作为借口，你们两个用这套话术来欺骗警方。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李世清，我建议你最好坦白。肖鹤云那边已经指认你了。他指认我？他指认我什么？他说对这起事故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从现场的监控来看，是你把他拉去车的。他说这张图是在你的描述下画出来的，他只知道地形，不知道具体经过，经过是你告诉他的。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李世清，如果你依然不肯如实地告诉我们整个经过的话，我们最后只能采纳肖鹤云指认你是安一的供词。你知道这最后量刑的时候对你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如实地告诉我，这起事故到底是谁策划的，目的是什么。我也想知道啊。杜局，检查报告没有问题。嗯。喂。嗯。我知道了。这张图是肖鹤云画的吧？我想听你说一说，肖鹤云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肖鹤云说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有变，暂停审讯。江警官，你在骗我吧？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吧，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事故现场检测出了爆炸残留物，就在公交车上确实有炸弹。现在这件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市里马上来人，我们不能拿什么循环做汇报啊。那现在怎么办？走拘留程序。肖鹤云、李诗琴二人有重大嫌疑，肖鹤云情绪波动大，心理防线薄，先以他为切入口。肖鹤云，我是嘉陵市公安局副局长，现将你列为45路公交车爆炸案重大嫌疑人，依法执行拘留程序。我没有攥动静，也没有攥手，没凭没据，凭什么管我？我们已经确认，车上有爆炸物。站沿江西路站。